无健康的身体，啥物拢是假的。那个寄养家庭，寄养家庭的迎新村送红包的一个活动，那也是我们彰化家福儿童少年保护委员会33周年庆。那我们每年在那个农历春节前，都会邀请寄养家庭，还有寄养儿少这边来这边围炉，还有送他们红包跟礼物，还有一起用餐。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主办单位是我们彰化县政府这边，彰化县政府社会处，那社会处这边也跟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关系。那我们目前我们寄养家庭总共66户，然后目前安置的有50几户的那个寄养家庭，那孩子这边也高达80位。那当然就是说现在一些不幸的一些家庭因为安置的很少，越来越多。那家庭这边跟县政府这边也呼吁社会大众，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家庭的一个亲子功能可以，那也需要说来帮助这些因为家庭不幸或者说受虐的这些孩子安置在你们家庭，当作替代性的家庭，那需要你们有意愿的跟我们彰化家福这边联络来担任寄养家庭。那也感谢县政府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支持跟一个主办的一个整个全力的一个协助。又开头都许愿词喽，希望带来了健康、平安、勇敢、自信、快乐、幸福的能量给我们的孩子，陪伴我们孩子一起面对未来的生活。好，那2024无穷世代，把最好的爱拢好力，陪寄养儿少为奴去。